用前方，用前方的额头痛，右前方的额头痛，我再右拍这里，环顾四周，环顾四周，看看看到什么啊？环顾四周，我看到那个，右上方非得在旋转呢、啊。非得在旋转的时候甩出来好多那个陨石啊，哇哇哇哇哇哇陨石啊，甩出来，呱呱呱呱，磕到右侧头上，磕到右侧头上，磕到右侧头上，呱呱呱呱呱，人们就看到那个有亮光啊，天上，有亮光在移动啊，人们看到亮光在移动啊，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，最近运动频繁的，原来是外星人呢、啊，为了提醒地球人外星人存在啊，所以他就释放那个陨石啊，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同空气摩擦就发生了燃烧啊，发出光亮了、啊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